穿掉我，就是穿掉我，然后这是葫芦，祝大家寿比南山。我觉得这真的有点难选择啦，我给你一点选择。不要这样，已婚了。没关系，我也只是玩玩而已。没错，小编去哪儿？今天又要挑战咖啡厅美女员工。今天特别呢，请到一个队伍新搭档，哒啦，欢迎星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慈。今天我要介绍我的新专辑。你少来，我跟你讲，想要宣传没有那么容易的，我们一定要通过一些考验才能宣传。好，我也是咖啡厅扛把子。啊？真的。我之前有在咖啡厅打工过，好歹我也是找午餐之后，曾经有在找午餐。我的爱如潮水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挑战看看，因为我是觉得我是蛮强的、啊。那我们就是大比拼啊！可以啊，我们赶快去找老板娘。Hello， 老板娘。Hi, 来上班了，上班了。那如果我们今天想来这里上班的话，有没有什么条件是需要开出来的？嗯，就长得漂亮，你们两个就可以了。那不好意思，退下，退下，喂。就是要会操作这个意式机，然后磨豆机跟手冲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拉花。可是我刚看你操作起来跟卡车司机没什么两样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这样。那你有操作过这个吗？没有。你之前不是说你在咖啡店吗？对，但是那是比较深圳籍，他才会教。对啊、欸，我还以为他很厉害、欸，今天一来就先抢先、欸，就知道了啦。不会，拉茶，直接拉茶。那现在我就先教你们怎么压这个浓缩。好，一开始要先把这个龟这边有个开关。这样吗？会坏掉吗？不会啊，看差不多18.5克，然后你就是用力压，对，然后比较偏这边，然后你就把它扣上，啊，转不了哎，可能要用很粗鲁。为什么我觉得它看起来比较像汽车维修员？一开始这个蒸汽放在下面这边有孔，如果你没有放在牛奶里面的话，它会喷出来，热气哦，对 ，OK， 喷掉我。看到我你要为我们拉什么图案啊？就是爱心，爱心的。哇哇！对，这样就拉出来了。这是什么形状、啊？我拉圆的好不好？然后这个就是卡布啊。对啊，卡布啊。然后我跟你讲，然后再撒个那个柠檬片，就是卡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再一个就。这是葫芦，祝大家寿比南山。哦，你真的是高手哎，真的不救了，化热色为那个，化神鱼。啊，这是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挑战结束。这怎么玩啊？这惨爆了。怎么停？打牛奶，好，就是小心哦，小心哦。等一下，奶泡嘞？为什么没有奶泡？可以，你这等一下，我要把它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地球的感觉，应该可以画个什么脸之类的。刚不是说地球吗？你卡掉。小丑的 feel 有没有？你看。I wanna play a game. You have to make a choice.
么意思？ Oops。这个是，不要吵。我什么都看不出来。玫瑰花啦。玫瑰花。玫瑰花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拿铁。拿铁来喽。拿铁来喽。哒啦，小姐。嗨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请您评鉴的。玫瑰花，它这个是七月半小丑。I want play again。所以因为没办法，有人不会拉啊，就叫我变成像歌曲。你也没有在拉的、啊，我有拉出来。可以打卡一下。好勉强耶。好，他等下发 IG 说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喂嗯，什么啦？对，真的。如果你他情绪雄厚吧，你要不要看看我下面？哎，干净的。好好，这个有加分。篮球的这个它的牛奶和咖啡混合比较均匀一点点，嗯嗯嗯，那这个牛奶前面的味道比较明显，它、啊、后面会喝到咖啡，嗯、所以有一种人生渐层的感觉。啊、人生渐层，好会讲，很会讲哦。我觉得这真的有点难选择啦、嗯。就如果说视觉上，我给你一点选择。不要这样，已婚了。没关系，我也只是玩玩而已。喂。咖啡多一点。我有些书想要看的。被讨厌的勇气。这些客人怎么这么卑吧？喂，不要当客人。好吧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呈现一个没有品的状态。没事的啦，没有这家咖啡厅可以容下我，还有。我发行我的新专辑叫做《幸福藏在哪里》，也是同名专辑。有些人觉得幸福很困难，但是对我来说幸福是很简单的，你就是从生活上找到一些细节也好。就像今天我第一次尝试做拿铁拉花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做一件很新奇的事情，我觉得也很幸福。所以想要送给大家这张专辑《幸福藏在哪里》，然后希望你们也可以找到你们的幸福哦。好，现在要进行惩罚，老妹手，姐姐不客气喽。好，哦，等一下，不是重点是你也不轻哎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好伤，你真的，快快，好可以了，你快打歌了。我们不知道幸福藏在哪里，只知道哎呦，每多走一步都能更加靠近和你的距离。路上很孤单，也很拥挤，可是能依靠的人只有自己。耶！什么烂鞋，给我活化他！笑死！而且 OK 嘞。